陛下，我愿意做你的证据，哪怕男宠面首都可以。住手！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求陛下借我兵权，让我回去替父母报仇。你的身体不值得我出兵领功。那我的真心呢？你的嫁衣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已经备好，就盼着你回来。你骗我！一开始我确实不是真心的，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爱上你了。只要你做我的皇后，保证善待大师的旧臣和百姓的。啊！秋欢，我把爹还给你，你别走好不好？